颈椎有哪些症状？卓文医生特邀专家任志伟，西安交通大学第一附属医院骨科副主任医师。颈椎病呢，我们一般可以分为三个主要类型，一个是颈型的颈椎病，一个是神经根型颈椎病，还有脊髓性颈椎病。那么根据颈椎病的分型不同而表现出不同的症状。颈型的颈椎病呢，主要表现有枕部、颈部和肩部的僵硬和疼痛的这种异常感，而神经根型颈椎病呢，主要表现为有从肩部到上肢和手部的放射性疼痛和麻木。脊髓型颈椎病呢，主要表现有双上肢和下肢的麻木无力，还有一些精细动作的减弱。有部分患者呢，他有这个双下肢的踩棉花感和胸部的束带感，还有手部肌肉的萎缩等这些情况。对于这些患者的话，如果是颈型的颈椎病这些的话，我们一般做常规的 X 线检查就可以了。那对于神经根型和脊髓型颈椎病，它有明显的神经压迫的症状的话，我们一般建议可能需要做磁共振的检查。